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广东话的崇拜。现在崇拜开始，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同心祈祷。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去敬拜你。若然我们心里面有重担，我们遇到困难，求主你帮我们去挪开，使到我们能够专心一意的去敬拜赞美你。若然我们身体有不舒服的，有软弱的，求主你去医治我们，令到我们呢都是有健康的体魄。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祈祷交托奉乃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阿门。咁咧，想喺開始之前咧，去分享一段嘅經文，係記載喺啟示錄嘅4:11。我哋嘅主咯，我哋嘅神係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嘅，因為佢創造萬物，萬物係因佢旨意創造而有嘅。我们唱了几首的诗歌呢，是讲到上帝的名字和属性，也想大家留心思考在这些歌词里面作者用了什么去形容，或者什么词语去描述我们的创造主呢。愿你爱苏醒，心献颂赞歌声，投在你的翅膀，愿你是人救主，愿荣耀归主，高唱颂赞新歌，琴和应失奏鸣，我揾歌声齐喝，全地之歌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信实并赐下宽容饶恕，愿灵来苏醒，心献颂赞歌声，投在你的翅膀，愿你是人救主，愿荣耀归主，高唱颂赞新歌，琴和应失奏鸣，我揾歌声齐喝，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相实并赐下宽容饶恕，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颂扬，让这歌尽献主，荣光高照诸天，慈爱达到穹苍处，恩慈相实并赐下宽容饶恕。会众请坐，让到我们的赞美声都不会停的，我们继续去荣耀这一位万有创造主，万有都归你。你是荣耀，至美尊崇，万有都归于你。
生存中是位至圣尊贵，愿赞扬独有主美善的真契。你是荣耀，是美尊崇，万有都归于你名下。背山全众是位至圣尊贵，愿赞扬独有主美善的真契。齐盼你举手传扬神的牺牲与十架，同颂你心口大爱，敬畏我披戴记忆冠冕，仍是你恩典降临，众山海都震撼呼应，让我灵为你歌，愿分之成俗世都万世。你是荣耀，是美尊崇，万有都归于你名下。背受尊崇是位至圣尊贵，愿赞扬独有主美善的真谛。齐盼你举手传扬神的牺牲与十架，奉送你心口大爱，敬畏我披戴记忆冠冕，仍是你恩典降临，众山海都震撼呼应，让我灵为你歌，天风之声送赞。齐盼你举手传扬神的牺牲与十架，痛颂你心口大爱，定为我披戴记忆冠冕，仍是你恩典降临，众山海都震撼呼应，让我灵为你歌，天风之声送赞。都万岁，让我灵为你歌，天风之声颂赞。都万岁，我哋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全地至高的神，至圣尊贵的主宰，你是满有怜悯、慈爱和宽恕。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到十字架牺牲，在我们身上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令到我们学懂怎样去彼此相爱，将这份爱带给身边的人。你都教晓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同埋爱身边嘅人，求主俾我哋有一颗更加爱你嘅心，更加热切嘅去追求你。我哋以上嘅祷告交托，奉赖主耶稣得胜嘅名字而求，阿门。照亮我心房，不会再惊慌，为你奔走飘远方，那惧怕奔波靠在你身旁，敬畏我担当，让我睡里得释放，凡失手的呼喊的你都亲手抚摸，让不朽的温暖的真爱疗治痛楚。主，你当得敬拜赞美，你恩典。
舍地，众唱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生死势力，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赐行你恩光，照亮我心房，不会再惊慌，为你奔走飘远方，也惧怕奔波，靠在你身旁，更为我担当，让我睡里得释放。凡失丧端呼喊端，你都亲手抚摸，让不朽的温暖的真望疗治痛楚，说你当得敬拜赞美，爱舍地，众唱和刹那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生死势力，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说你当得敬拜赞美，山啊，歌声全为你起，荣耀颂赞归于你，赞美你关心生死势力，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用爱还爱这奇妙道理，一生都铭记。
敞开心思水盛在每句话语，神伴我一生同行，让我信你爱你，愿我每天紧靠你，愿一生跟你走，让我共知这世界是你深爱我，用尽心选一高举你，因你是我的主，我要尽性谦卑将心献给你，诉尽性情给我尽意，敞开心思水盛在满地话语。感謝讚美神，弟兄姊妹平安。在聖經裏面，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三第十四節，耶穌給我們一個這樣的安慰和特別的鼓勵。他這樣說，他說，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什麼，我必定成全，使父在子的身上得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向我求什麼，我必定成全。耶穌講重複咁樣嚟到講，都係要鼓勵我哋。佢嘅用意好清晰，佢嘅用意係要我哋常常嘅嚟到佢面前，奉佢嘅名嚟到禱告。喺我哋敬拜裏邊，我哋少唔著，我哋要喺他的面前奉他的名来到祈祷。神好渴慕我们向他来到倾诉，神好渴慕我们向他所讲的说话。在你来近这两个礼拜里面，都特别希望大家是为两件事来到祈祷。第一件事呢，就是在8月24号呢，我们有一个開放日，在教會打開道門，目的呢其實都是希望有一個機會呢，能夠將耶穌基督的名字，將人能夠帶來更加近，更加能夠認識到耶穌基督。不是只是認識教會，是希望能夠人可以因為這些這麼小小的機會，他有機會来到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特别祈求你，希望在神面前来祈求，是能够有这些这样的机会，能够用着这些机会，能够接触得到我们意想不到神是预备他们来到的人。我们祈求神的帮助。另一件事来祈求呢，当然是为着我们的教会，我们有一个的退休會一起的家庭營。今次我們特別是在你生命裏面來祈求神，在這個短短的幾日裏面，是藉著祂的話語來賜福給我們，更加能夠認識到祂，更加在生命裏面有一個的重建，有一個的重整。我希望你有這個渴慕的心，有這個渴慕能夠在這段時間裏面你有一個重整。這個都是應該在我們的
祷告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祈祷。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来到敬拜祷告的时候，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很清楚的应许了给我们，当我们奉主你的名来到祈求的时候，你必定去成全。神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所向你祈求的每一句说话都是满心，都是和你的旨意是吻合，和你的心意是相同。我们祈求的不是自己的福乐，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神啊，我们祈求的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想要成就的事。神啊，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帮助我们，藉着这一些这样的服侍，每一日恳切的祷告，我们更加能够认识到你，更加能够经历你每一日给我们的恩典。神啊，我们在接下来两个礼拜之后，我们有一个的教会开放日，所以我们不只是希望人家知道有这间教会在唐人埠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藉着这些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接触到其他的人，让他们认识到你，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听到一个福音的真理，让他们对于你再不是陌生，让他们在生命里面找到他们寻找的东西，就是一个永远的安喜乐，一个永远的满足，唯有你是可以赐给他们。神啊，我们也都祈求你，当我们是去预备的时候，你给我们有足够的弟兄姊妹能够参与，能够一从不单止为这件事来到祈祷，而是在当日里面能够帮手，能够是去与你一起同工，能够是做我们能够做到的事。神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里面的足够，而你要求的只不过是我们少少的时间，少少的精力，在每一日里面为着这件事来到恳切的明白你的心意，恳切的祈求你的工作。神啊，我们都为着我们接下来的退休会每一位的讲员来到祈求，我们感谢你他们的劳苦，为我们预备去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为我们预备能够当中可以应用的地方，为我们预备你话语里面的甘甜所给我们的鼓励。我们祈求你赐给他们有身体的健康，有充足灵里面的能力来到跟弟兄姊妹来到分享。神啊，我们祈求你亲自的藉着这个的退休会来到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单止是对你更加来到亲近，也都将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交上给你，我们将它放在你手里面，我们将一切的忧虑都交上给你，知道你一定会看顾我们。神啊，我们感谢，也都祈求你是在今日来到帮助我们，是在这个敬拜里面留心的来到听你的话语，将我们心里面的污秽来到除去，将我们内心里面的忧虑，神啊，我们都是完全的交上给你。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一从的敬拜，特别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求你就是使用
黎光全牧师所同我哋分享嘅说话，求你嘅圣灵喺当中嚟到同我哋讲说话，喺我哋心里边嚟到将你嘅心意好清晰嘅话俾我哋听。神啊，求你嚟到改变我哋嘅生命，喺我哋生命里边有需要扶起嘅地方，神啊，求你扶起我哋。有需要被责备的地方，求你去责备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黎光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弟兄姊妹早晨。 How is your day today? Good. 你们今天都很好，是不是？我上一次来你们当中讲道的，听我讲道的，上一次请举手。我上一次讲道讲的题目是什么？雲彩的見證好像不是，我其實剛才講了出來啦。 How's your day today? 你今天如何？是不是？是不是講那個題目啊？弟兄姊妹，我上次講的題目呢，其實就是你們牧師所祈禱的，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跟神呢 develop 一個 conversational prayer， 一個對話。神不是離你很遠，神是听你祈祷，而且他亦都对你讲话，好像朋友咁样。我想住讲呢个题目，系咪？唔会讲错嘛？我到处讲到啊，即系有阵时忘记咗，但我都有记录嘅。弟兄姊妹，真系嘅，神每日与你同行，与你共话。我上次讲一个题目，喂。你們今天來之前有沒有聽到上帝對你說話？有的請舉手。有啊，感謝主啊。神是不住的向你說話，所以呢，我們可以跟神 develop 一個很 close 的 relationship。這個是說到一個祈禱的一個生命，是不住的禱告。我們感謝神的恩典，這個基督之家聯合祈禱訓練中心已經完成了一次全球華人基督徒大會，在7月15日，從13日到15日來到舉行，有實地和網站。我們有實地參加的有150人左右，但在網上參加有成千人，而這個範圍包括北美、亞洲和歐洲，就是神藉著這個這樣的機會，能夠使祂的話語來到傳播給範圍這麼廣的弟兄姊妹知道。中心思想就是講祈禱，所以我們當中有些人都聽在網上參加，但如果你錯過這個機會，你可以上網，就是基督之家聯合訓練中心的網站，中文都打出來都看到的。這個大會是國語和粵語並行的，兩種不同語言的訊息，廣東話有一堂主題的訊息，還有六個 workshop， 你們呢都可以得著幫助。弟兄姊妹，我今天呢就回到我在你們當中一直講希伯來書雲彩的見證，那些信心見證人的系列裡面，是講到第八個約瑟。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我們一起禱告，我們起立求禱告。哦，主，我們多謝你，你是一位偉大的上帝。主啊，我們的父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保衛師，你是何等的願意跟我們親近。你說
我哋亲近你，你就必定亲近我哋。你爱我哋，你创造我哋，你救赎我哋，你永远系采取个主动嘅上帝。我哋感谢你，主啊，求你保血洁净我哋。我哋好多时候觉得主啊，你我哋离你好远，上帝你在边度？我哋唔识得嚟到聆听你嘅话语，唔识得嚟到去亲近你，以致好多时候我哋 miss 咗你对我哋讲嘅话，对你对我哋嘅祝福。求主嘅宝血赦免，主啊，今日求主你施恩祝福呢一段嘅时间，你怜悯孩子，使佢有清楚嘅口齿、清晰嘅头脑，将你嘅话语毫无保留嘅表达俾弟兄姊妹听，使听嘅同埋讲嘅一齐喺你面前嚟到得着造就。多谢主，听我哋嘅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请坐。我们一起读两处的圣经，来，一二三。若失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另外，若失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名。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描写约瑟的一生。在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只有用这一句话，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名。弟兄姊妹，只有这一句话，但你不要轻看这一句话，这句话就描写约瑟他的信心达到最高峰的状态。而约瑟的信心的结果是什么呢？它是多结果子，是好像一个葡萄树，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结果累累。事实上我们看看约瑟的一生，实在是这个用果子来形容它不为过，因为这个果子实在是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见约瑟这个人被神大大的使用，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咁啊，使埃及咧就係喺七年豐年嘅時候咧，累積咗好多嘅糧食，而且迎接七年嘅天下饑荒，救咗整個嘅埃及人。唔單止救咗埃及人，救咗呢個整個埃及嘅鄰國，嗰啲鄰國嗰啲人都要嚟到以色列，都要嚟到埃及嚟到求糧。OK， 唔单止咁样，亦都使到佢成个家族从呢、这个迦南地搬到埃及。这个工作实在系非常之伟大，而呢个工作系神嚟到成就嘅。唔单止咁样，约瑟咧佢自己亦都蒙好大嘅福。点解呢？因为佢生嘅两个仔，一个叫以法莲，一个叫马拿西。他的爸爸说临死的时候，我要为我的仔来到祝福，但约瑟呢，你生的两个仔归在我的名下，所以一共成为十二个支派。我们今天看看以色列人另外一个绰号叫什么人？以法莲人，是不是？所以呢，约瑟的两个仔呢成归在这个雅各的系统里面，他是得了双倍的祝福，他取了流便这个长子的名分。你看看约瑟，他是结果子，他又蒙福。而希伯来书怎样来到去描写这个约瑟，为什么他是这么厉害，广东话说就是真是这么丰盛这个人生，他就用一句话，他的信心，因为他有信心，他为神结出的果子是这么丰盛，他因为有他信心，他就有这么多的福气。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究竟约瑟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我们看看约瑟的一生，他有三个特征，这个三个特征呢可以说是希伯来书作者来到描写他，这三个特征就是他信心的表现。这个三个信心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忠心，第二个他圣洁，第三个他忍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看看
他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他三个重点，他表现起三方。第一个是他是贫贱不能移，是忠心的。第二方面，他是富贵不能淫，他是圣洁的。第三方面，威武不能屈，他是忍耐的。你说牧师啊，这个圣洁不能淫啊，这个是很明显表明是他信心啦，啊，因为呢神是圣洁，他是圣洁的，能够表明神的信心，对神的信仰。同样忠心来讲呢，忠心来讲他是亦都是表明信心。你今天是不是对神有信心呢？在忠心里面表现出来的。忠心表面上好像和信心拉不上关系，但是如果你信神，神叫你做事要有忠心，神所求于管家就是要有忠心。如果你不忠心的话，你怎能够说是一个忠信的人呢？对神有信心呢，是吗？忍耐更加是和信心有挂钩的。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看这三样。第一样，约瑟是忠心的。忠心到一个地步，他贫贱不能移，啊，我们一起来读，我读给大家听，时间的关系。约瑟被带到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内臣的一个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来他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的家中。耶和华他主人见耶和华，你后面这里的耶和华下面那里看不到了，啊，耶和华与他同在，啊，那么使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我是这样补上去，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三节是什么？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作的事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里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以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他自己吃的饭，别的一概都不和。约瑟原来是瘦美瘦牙俊美。弟兄姊妹，你看到这几段圣经，你发觉有一件事情，有句话语不断的重复出现，是什么字啊？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顺利，耶和华使他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哇，真的一而再再而三讲到啊，约瑟虽然是被他哥哥呢，真的无缘无故啊，因为嫉妒的缘故呢，卖了给一个埃及人，卖了一个以实玛利的人。这个以实玛利人将他带到埃及，将他作为奴隶，咁卖给埃及人。埃及人啊，当中有一个是法老的神宰，叫做呢波提法，就将他呢就作为奴隶。咁啊，然后在他屋企管理家头事务。我想初都不是做管家，但是因为约瑟呢做事是忠心，这样做得好，也都看见他所做的事都蒙神来到祝福，那就他提升他做管家。哇，做管家做到的地步呢，除了吃饭知道吃什么餸之外，其他样样都不知道，除了吃饭和他太太之外，全部交给约瑟。喂，你有没有请我的工人 啊你们当中你敢不敢将这些东西，你隔万锁匙都交给你的工人啊？有没有这样的工人啊？有没有？很难 啊不容易啊。但是约瑟做到这种程度，什么意思呢？很显然呢，就是这个主人见到，哇，约瑟呢真是充满神的同在。他自从来到我们家之后呢，我们家产啊，
你都发达，牛羊又增多，投资又顺利，样样都掂。弟兄姊妹，点解耶和华咁祝福约瑟啊？我话佢忠心，呢度圣经都冇写到佢忠心。你点样解读？我个人觉得话，上帝所赐嘅福啊，高过佢所付出嘅代价。神见到约瑟嘅忠心，就不住嘅祝福佢。神系祝福人系有个条件嘅，咩条件呢？就系话，你是不是办事忠心，对他有没有信心。我们讲到说，保罗我经常思想一句话，我们今天，我告诉你，今天你任何的事工成功或者你的事业成功，都不是说你好，不是说你好有信心好忠心，而是在乎神的祝福。有个人讲一句话好好好，有个神的仆人，他说我有很伟大的信心，所以能够成就上帝伟大的工作。听来啱唔啱啊？听来似乎唔错，但系咧后来佢讲话，其实我做出咁伟大嘅工作，唔系我个伟大嘅信心，而系呢位伟大嘅上帝。Amen？ 明唔明啊？点解有圣经根据噶？保罗讲话，我咧对哥林多教会讲话，我咧就栽种啦，阿波罗浇灌佢，唯独神叫佢生长。阿波罗、保罗浇灌同埋栽种，佢需唔需要信心啊？吓，需要信心。系我哋对神需要有信心，但系咧神真系成就。神的大事不是我们的信心，而是这位伟大上帝的作为。你们，你们都不点头的。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一无所夸，我们是要忠心，我们是对神有信心，但真正能够成就的是这位伟大的上帝。当然上帝呢是透过人的信心，透过人的忠心，这个 有关联的，这个讲得好，真的很难讲得很清楚。不过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我们一些的信心，一些的忠心，你不要看少，上帝就看你的忠心，看你的信心，就会为你成就大事。是吗？这个可以说 Amen， 是吧？不是说哇，我给人家有信心，所以上帝特别祝福我。 No， 上帝同样可以祝福那个弟兄，他虽然信心微小，但是他对神有信心，上帝就祝福他。你如果读一下圣经，你读以色列历史，以色列人呢跟亚兰人打仗，结果掳掠了以色列人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呢就在这个亚兰将军乃曼的手下呢做妹仔，是吧？但是这个妹仔犀利啊，这个妹仔见到她主人呢样样掂，但只是患了大麻风。哇，有财得财，有势得势，但是呢人生没有一帆风顺，她有了大麻风。这个太太呢，这个将军太太非常焦急，全国呢这个阿兰他的境内呢找人医不好。结果呢后来他怎么医好啊？后来这个小女子就对那个主母讲话，我巴不得我的主人呢去到以色列，以色列是永生上帝 的国度，里面有先知可以医他的。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乃曼真的听了他说，他就带着一些仆人去以色列境内，就给以利沙先知，他说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这样呢你的病就一定会好了。后来他真的沐浴七次，结果怎样？他有没有好到啊？好翻了啦，好翻了，不单止好翻了，他从此之后不拜偶像，从此之后敬畏耶和华。你看这件这么伟大的事，是一个小女子，微不足道的小女子，忠心的来到信靠神，有这样的信心来到去倚靠上帝，使这个乃曼将军能够病得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要做神的工作，你要忠心。约瑟在那个期间，他可以不忠心，自暴自弃，或者逃走，
因為我咁冤枉，俾啲哥哥咧，即係嚟到賣出賣，哇！嚟到呢度又做人哋奴隸，我相信開始做奴隸唔係咁順嘅。啊，食飯係輪到佢最後，樣樣嘢都係即係唔好嘅，攞俾佢，但係佢竟然係好忠心嘅，忠心嘅嚟去做工。佢知道上帝為佢呢個咁艱難嘅環境，我都要好好地做好工作，做去顯明。我是神的仆人，这个是约瑟的一个忠心的表现，这个是他信心带出来的忠心。第二，富贵不能淫，这是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约瑟说，看啊，一切的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都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与和他同在一处。有一天，约瑟在屋里去办事，家中的人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了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就放声喊叫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就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对他主人如此说：你所带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希伯来人，他进来戏弄我，我就放声喊叫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这里跑出去了。嗱，呢幅图画就系头先我所讲嘅约瑟啊，喺呢个波提法家里面，本来系一个好卑微嘅奴隶，而家咧做成一个管家。是一个所谓呢富贵的地位。为什么？除了主人和主人的太太，他最大，他要吃什么就吃什么，要穿什么就穿什么，要多少钱都没问题，是不是一个富贵的地位？是不是？但是这里讲到他很英俊，身体又强壮，精力充沛，这个时候结果引诱来了。这个太太波提法，我相信她生得都不错的，她以目送情给约瑟，喂，我们上床，我丈夫不在这里，没问题，结果约瑟怎么办？约瑟日日都遇到这样的试探，最后有个机会，这个主人的太太来了，哎，先生不在屋企了，可能他出差，被皇帝打去出差，两三天都不在这里，喂，我们上床，好好地来到享受爱情。但是你怎样呢？约瑟拒绝这个地步呢，一衫都不要，被他扯烂。结果呢，哇，这个妇人非常的狠毒。当然啦，这个衫如果不处理的话呢，这个主人回来说，咁究竟这件事你怎样解这个交代，他就反咬一口，约瑟是要跟他是强奸他，我不肯，咁样他结果呢就走佬，咁把我就将这件衫就是他啦，真是没阴功。结果呢，约瑟就被打入监牢，暗无天日。弟兄姊妹，这件事实在是没阴功，广东话就是
你睇下約瑟嘅反應，當然約瑟係可以話真係佢係好有條件去犯淫亂嘅，佢身體好，佢地位好，各方面啊，但係佢竟然講句話，我點能夠作呢件大事？呢個係犯大罪，得罪上帝。在他的眼光里面，他的贞洁，他的圣洁是从神而来的，神创造男女一夫一妻、都不能离婚，若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不能分开的，是这么清楚，他的信神信的价值观是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换在今天这个世代 piece of cake， 是吧？點解啊？好簡單啦、啊！我同呢個太太嚟到上床，上完床之後，呢、這個太太可以話：喂，佢老公翻嚟啦，我要同你離婚嚇、家產我同你分一半嚇，咁、我就同阿約瑟啊，即係叮叮當當啦，成為你個家庭啊，可唔可以啊？嚇、可唔可以啊？可以。可以。You're right。今天呢個就係呢個道德。OK。这个这个 value system， 但约瑟拒绝，这个大恶得罪上帝，了不起。弟兄姊妹，因为这件事情有效果的，他被捉了监牢里面，真的永无天日的。为什么上帝好像说这么不公平啊？我结守自爱，初初被哥哥已经卖到去埃及了，做了奴隶了，现在又打入做奸奴，你死不死？他心中一定是一个 big question mark， 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如果你是约瑟，你会不会问 会啊，很正常。弟兄姊妹，你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上这个一个结局的时候，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每一个事情临到信徒的身上都有上帝的美意。当时候你不知道，后来才知清。我告诉你，约瑟这次胜过这个这样的淫乱的一个诱惑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他将来做了埃及宰相的话，他更多有机会来到接触犯淫乱的罪，因为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单止是个波提佛，有几多靓女在他周围，是不是？但是他都洁身自爱，明白吗？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之重要。弟兄姊妹，我们讲一些应用，我们今天怎样能够持守信心，特别对弟兄说、我们看见圣经描写得非常全神。这个波提佛的太太以目送情给这个、这个约瑟，他用这个眼目的情欲来勾引这个约瑟，真是厉害。圣经讲到话，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这三样东西是很难胜过的。弟兄姊妹，今天整个世界都在情欲、眼目的情欲之下来到勾引男人。你看看这些广告都是讲 sex， 讲话，这些是怎样？眼目的情欲。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约伯这个圣人啊，他说我曾经以我眼目眼睛来到立约，我岂能年年的专望处女呢？有没有读过这些圣经啊？约伯讲这句话，他年纪几大啊？他已经有七个仔，三个女的了，他都以眼睛立约。年老人啊，你不要说、就是这个哎呀他年纪大了，他精力没那么旺盛了，一样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勉励我们的弟兄，勉励年轻的夫妇，你守住你的弟兄，年老的、太太你都守住你的老公，不要被他犯这个眼目的情欲的罪。你要怎么做？我给你一个建议，
每一次咧，佢出街嘅時候，每晚翻嚟要向太太報告一下，你今日見過啲咩人？有冇見過啲咩女人？哎呀，我做牧師我都咁做啊，你知唔知啊？有以前有一個餐館啊，而家執咗笠啦，即係疫情啊。Sweet Tomato 呢度有冇 Sweet Tomato 啊？哇！我即係一個禮拜起碼咧去一次 ，at least 一次，有時兩次，因為我胃咧需要食嗰啲veggie。OK 你知去 Sweet Tomato 咧，一去到咧就有一條 line 㗎啦嚇，一條 line 咁樣咋啊！我一去到咧，次次都係咁啦。啊，有次咧，我去到咧，哇、啊，前面都好多人喎、啊、我係最後啦，排排啊，後邊有好多人喎、啊。咁咧就仲未到結帳嘅時候，我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回頭一睇，我旁邊有個靚女喎、啊。哇！呢、這個靚女靚到不得了，唔單止佢著得非常之暴露。咁點頂啊？我即刻都掉頭唔敢睇 ，OK？ 咁我後來咧就翻去話俾我師母聽，師母，我今日見到個女仔真係靚噶啦。咁我師母話：喂，究竟佢靚啊，因為我靚啊？咁啊，嗰陣時上帝都俾我智慧，佢有佢靚，你有你靚。咁啊，但係佢就話：佢話牧師，你點解唔多睇佢一眼咧？佢係咪走即刻走咗？唔係，佢咧攞咗餸咧去第二坐喺嗰張台，但係我一直都唔敢抬頭睇佢。師母講呢一句話咧，佢唔明白男人受試探係眼目嘅情慾，好犀利。你明唔明啊？女仔咧就可能係甜言蜜語啦，所以我哋彼此嚟到守望嚇，我哋要逃避少年人嘅私欲。今日好多家庭嘅破碎都係因為情欲嘅關係。我哋感謝主呢、這個約瑟為我哋做咗一個非常之好嘅榜樣。佢嘅信心嘅表現就係維持呢個聖潔。如果佢過唔到呢一關嘅話咧，佢好難做埃及嘅宰相，因為神要用個聖潔嘅人。好，第三個就是忍耐。約瑟的主人聽見他妻子對他所說的話，說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就生氣，把約瑟下在監裡，就是王囚犯被囚的地方。然後呢，於是約瑟在那裡坐監，但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顯現，使他的私欲眼前蒙恩。私欲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約瑟的手下，他們在那裡所辦的事都經他的手，凡約瑟手下辦的事都一概不拆，因為耶和華與失同在，耶和华使他所作的尽到顺利。哇！约瑟不得了，入到呢个坐监，又系呢一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祝福佢。佢好吃得开，国语有讲话，很吃得开。佢到边度都做头嘅啊！做管家又做头，做囚犯亦都做头嘅。點解呀？上帝與佢同在。咁你話約瑟有啲咩秘訣啊？我覺得有個秘訣，佢忍耐。佢落到監牢裏面，我覺得最容易一件事情就係 depress， 係咪啊？永無天日，都唔知幾時出得去。你知唔知啊？約瑟喺監牢裏面曾經替呢個王嘅仆人咧，一個酒證啊，一個另外斟酒嘅，另外一個係即係做柱嘅，講個意願，一個被斬頭，一個被提出去復職。咁啊，話俾佢哋聽，喂，你出咗去之後咧，得到好處嘅時候，紀念下我啊！我係冤枉俾人放喺監牢裏面噶。結果那個人呢完全忘記了，是不是？你很慘啊，真的。約瑟真的含冤莫白在那裡，都不知道要過多少年日子。你知不知道約瑟留在監牢多久啊？你們想想，要讀聖經，是不是三個月啊？不是，是不是三年啊？我覺得也不是，起碼六年到七年。
因为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30岁，他13年就被卖到入埃及，大概在波提法屋企做管家做了6-7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在监牢里面。而且诗篇描写说，人家用这个镣铐伤他的脚跟。喂，那时候坐监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的，现在可以看看电视啊，又给你看看心理医生啊，这样的。那时候呢，根本当你是真的废物，怕你走佬，是很艰难的，是需要忍耐，是需要盼望，这样才然后在监牢里面生存。很多人坐监的人呢，真的 depressed 到他们会死人的。但约瑟仍然是欢欢喜喜在那里来到去做他的本分，去关心人家，是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一个榜样。这个就是他忍耐，他信心，他总相信神啊，我有人，我一切的冤情你都帮助我来到解脱。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所以你看看，时间一到，上帝将他提升。上帝为什么要他忍耐？不早一点，不一年两年，有个关系的。因为呢，他在监牢里面，他见到什么人？不是好人，全部都是犯罪的人，得罪皇帝的人，有些被皇帝可能冤枉的。但是呢，他服侍那些人呢，跟那些人聊天的话，他了解那些人的背景，是不是？这样了解那些背景有什么好处？他将来做丞相的时候呢，他就容易呢得心应手，明白即是皇宫那些背景啊，啲规矩啊，你明唔明啊？你有冇谂到呢件问题啊？上帝 train 佢啊，喺呢个即系监牢里面，唔系话为坐监而坐监，而坐监系有目的，而真系训练佢嘅忍耐，同埋咧俾佢咧能够学会同好多唔同三流九教嘅人咧打交道。佢将来做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佢要接触几多人，唔同嘅人品。你点样嚟到治理个国家系唔容易噶，弟兄姊妹。而事实咧，上帝就系训练佢。不单止训练他的品格，训练他的技巧，他处事接人待物的技巧，使这个丞相呢是一个成熟的丞相，使这个丞相呢是一个圣洁的丞相，使这个丞相是一个忠心的丞相。否则他怎样来管理埃及这个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的埃及就等于现今的美国，是最威的了。所以你看看，上帝有他的计划，然后呢就来到约瑟在这三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圣洁，一方面是忠心，一方面是忍耐。圣洁、忠心、忍耐，约瑟所面对的这三样操练信心的表现，今天在这个社会，你在你的屋企，在这个社会的教会，都是是同样在不同的 context 里面表达出来。约瑟的信心的高潮是什么呢？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个蒙大烟是约瑟，是不是真的约瑟？我哋唔知道，但系咧，佢一定系即系用呢、这个嗰啲药物包起上嚟。嗱，呢幅图画我点解选呢幅图画？你睇下约瑟嗰只眼啊，非常之明亮，系死人嘅眼，但系佢睇到前面，睇到前面咩啊？佢吩咐以色列人：你将来要将个棺材从埃及地带回迦南。这个是信心的最高峰。约瑟他有没有想到，喂，我要等多少年之后
我的棺材先搬到去迦南地啊？如果你是弱势，你怎么想法？啊？大概明年是不是？大概五十年之后是不是？不是。四百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年，然后出埃及，那个棺材还没烂。这个信心犀不犀利啊？弟兄姊妹，哇！我读到这里，真的我真的神的话语非常之亮。约瑟的一生的忍耐、圣洁、忠心，原来是有目的。什么目的啊？是原来使整个以色列人是从七十人繁衍到上百万人，超过一百万，成为一个民族，从埃及搬到去迦南，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Can you believe that? 所以他的忍耐、他的圣洁、他的忠心是有目的，是神有预备他拯救以色列民族。你七十人从迦南地搬到埃及，不单止这样，还要在埃及繁衍一代、两代、三代、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你看他成为上帝手中一个很重要的器皿，除了摩西，我想他就是最厉害的，因为他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这只棋子被上帝用得很犀利，整个民族是生存、生死存亡是在乎他在埃及。约瑟的一个信心的表现，有一句话是讲得最清楚的，这句话是什么呢？不单止是这个是一个表现，另外一句话呢，就是当他哥哥们约瑟的爸爸雅各死了之后，这些哥哥们呢来告诉约瑟，他说你看看你老爸的面子，不要纪念旧仇，我们的确很阴功将你卖了去埃及，但你爸爸说，喂，你好好对下你的哥哥。约瑟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啊？他在哭，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说，你知不知道神差我来呢是有美意的，是要成就保持你们的生命的，是神差遣我来，不是你们买我的。你会不会这样说？不可能。但是为什么约瑟会这样说？他一定有熟练的眼光来到透视，这句透视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照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他虽然被卖，虽然呢是被波提法的太太诬告，他虽然坐监坐了几年，他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怎样应用在你今我、你我今天的身上？今天你可能面对你的忠心问题，你可能面对被情欲引诱的问题，你可能 你忍耐顶不顺的问题，但是你要想哪远、要 看长一点，上帝安排这些环境要磨练你，是在你身上要成就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你不知道，这个计划可能会影响你的后代，甚至好像约瑟这样四百年。我自己做这个推行全球的所谓推行这个祈祷运动，我初初都是蒙查查，哎，祈祷啊，一个教会有几人喜欢祈祷的？很难喜欢祈祷，有时候很灰心，
give up, almost give up. 但是我永远都想不到，我一直的坚持是神给我恩典，竟然今天竟然是这个祈祷，全球祈祷大会会跑到亚洲，跑到欧洲。这些人听到这些神仆人们说的信息，他们心里面得着安慰，在他们心中产生什么的改变，生命改变，是我不知道的，只有神知道。但是我就觉得一件事，我非常开心，我也觉得这件工作不是我所做的，是神所做的，我只不过是摆上一些忠心坚持来勉励弟兄姊妹，你继续去祈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你要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省察一下，你现在面对你的生命里面可能面对磨练，你是不是很忠心？你是不是坚持要拒绝引诱，圣洁的引诱，这个情欲的引诱，是不是要坚持在恶劣的环境忍耐？如果是，为你感谢主，因为神在你的生命计划当中，可能藉着你这样的坚持信心的表现，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一个伟大计划。这个伟大计划 You do not know now, I don't know now, maybe 约瑟知道，因为约瑟作过个梦，但我不相信他很清楚知道，梦都是梦查查的。但竟然我们今天读希伯来书，约瑟因着信将骸骨留下为名，叫以色列人将你的棺材带去。我们再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到话，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满了四百年那天，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我们低头祈祷。哦，主，多谢你，我们为到你的计划何等的奇妙感恩，我们为到你使用我们这些很卑微的人，主啊，你都成就你伟大的救赎计划。主，你是掌管历史的主宰的主，整个历史的救赎的计划都在你的里面。我们今天是你的儿女，主啊，在你的计划里面一定是有一份，我们不单止扮演什么角色，但是总而言之，我们是需要对你有信心，而这个信心是表现就是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圣洁，我们要忍耐，以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欢欢喜喜的见你。主啊， Our job is done， 把所有的荣耀都归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奇妙的主。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为你所使用，好像约瑟一样，祈祷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多谢黎广全牧师为我哋正道，在约瑟身上我哋有好多学习嘅功课。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新朋友嚟到我哋教会崇拜啦，亦都系欢迎网上参与online stream 嘅朋友啦。咁希望你哋咧都可以嚟到星期一嘅崇拜，同我哋一齐去敬拜神啦。咁我哋会有一啲嘅报告事项嘅。咁第一个报告事项咧就系今年。All Church Camp 即是全教會退休會是有一些付費活動的、哦、有射箭、有攀岩的活動，有興趣的話呢，今天崇拜結束之後呢，在 ACC 的攤位那裡呢就可以報名的了，也可以在網上報名，就在你查詢教會的網站呢就會可以即係 sign up 呢啲嘅活動㗎啦。下一個報告就係8月18日中文堂會有浸禮喎、哦。咁就係喺星期日嘅下晝1:30喺大堂嗰度舉行嘅。
亦都会有网上的直播。粤语堂咧同普通话堂咧，一共会有六位嘅弟兄姊妹啦，会去参加呢个受浸。咁咧，敬请大家咧都出席去观礼啦，一齐去见证呢个咁重要嘅时刻。下一个报告咧就系关于英文堂同埋粤语堂嘅幼儿班。初中和高中生的主日學升班禮 Promotion Sunday 將會在8月18日在英文和粵語的主日的崇拜時段那裡舉行，屆時會有一些很特別的節目，敬請家長都出席參與。在8月24日星期六呢，就會有一個華埠的擺街會，咁喺早上10点到晏昼4点，咁喺本会呢度咧，将会举行缤纷同乐日。咁期间都会有好多嘅活动，包括咧牙齿检查啦、测量血压啦、植物嘅工作坊、扭气球，同埋制作一啲五色嘅手链，同埋画面嘅活动。請現正招募童工幫手啦，咁你有興趣幫手嘅話咧，咁可以同 May Team 聯絡，亦都可以查詢教會嘅網站咧去報名。咁咧大家知唔知道教會嘅網址啊？其實都唔係好難記嘅，就係、是、www.cibc-oakland.org。咁咧呢一個嘅網址咧，你就會可以睇到好多教會最新嘅動態啦。最近亦都即係更新咗，咁都係可以方便大家去即係睇到教會嘅活動啦，主日嘅程序嘅。咁請會眾一同站立，我哋咧一齊唱三一眾。一齐祈祷，神啊，我哋再次感谢圣灵、圣父、圣子喺我哋生命里边嘅恩典同埋福气。愿我哋每一个人唔单止口里边唱出荣耀你、赞美你嘅说话，愿意我哋嘅生命都系流露出荣耀你、赞美你嘅行为同埋言语。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Thank you.